现在在等验这个分贝，就是噪音，因为噪表噪音是不能超过，超过的话，我们就不能下赛道了。我们想我们应该是很小声的那一种啦，跟他们比起来的话 ，OK， 拭目以待喽。到六千哦，谢谢。到六千吗？好 ，OK。可以吗？好，谢谢。Okay, 谢谢。Pass。对，现在就是我们孔哥在测噪音。今天早上就是停红灯开始，我们就跟孔哥很有缘哦，一直发了，连停车都停在旁边。Back to Shoka channel. This is TGAT vlog. We are going to build a one of kind Tiguan roaster. Now we are in Li Bao Rest Track. Wow,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be rest. I'm so excited and nervous. Okay, we wish me good luck. Okay, hi, hello, 欢迎回来 Shoka 频道。这是 TGAT 的 vlog. 是我第一次进到赛道 ，OK， 那也是我们小黄第一次啊，所以希望这一次不要说什么好表现，我们至少平平安安回家 ，OK， 车子都不要有损伤啊，不然跟老婆大人很难交代。OK， 我们就来等待吧，待会我们要去上课，我们已经测过噪音了。好吧 ，Here we are now. We're going to pit nine. I'm going to have a class of this race. This is my first time. Let's go.今天天气真的很好，今天天气很好，表示什么？轮胎温度会升得很快。Okay, now we're waiting for the classmate. 我们要等大家一起就地就地位就坐，我们就要来开始。如果你看到有快车来，打右转方向灯往右靠，好不好？打方向灯往右，这样子后面的车才能超你。好不好？这样大家听不懂吗？就是说，我们就像一般，当然不要在弯里面超，就是尽量不要在弯里面超。但是如果他让出来，基本上他要大家都要打右转的方向灯，靠右边，然后让他超，好不好？这样的话就 OK， 因为有分不同的组别嘛，哦，所以快车是这样子。我再补充哦，就是基本上都有这个每场这一个时间，好，时间点会贴在这里。就是该场次呢，因为我们有快车跟慢车，那我们会在业内机构出发，建议开得快或者是心率比较大，要开在前面的，所以往这个集结区去排队。那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来，我就晚一点或慢一点出发，开在后面，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超速的问题，好，或者是大家可以打个招呼，礼让一下。或者是觉得应该是用看着后方，我们赛事也看着后方车辆接近的时候，觉得他速度很快，你就打右方向灯，他知道你在等他超车，所以他就会很快的超过去。这个时候你也不用太降低速度，所以这是一个我看到我打方向灯，然后你可以过再停灯，大概是。这是计时器吗？对。所以等一下下去的人都会装一个。我们是租用的。那它费用是怎么算？就是一天。哦，一天是500块。哦 ，OK， 所以要先自己过来租，然后先在车上装。哦，所以他只要开机，他自己就会。就一天简单的设定。那你可以教我们。好。OK。就是要选那个这边的跑道。嗯。像。这边这个又选前摆，第二个是，这个是确定，这个是摆回 ，OK。然后按下去之后就选竞赛，然后这边有两个，一个是左边的卡丁车，对，然后选下面这个。你有下场吗？没有啊。然后就是按进去之后，然后要开始跑之前就按着这个就圆圆的，它就是开始。Okay.那它电量够吗？还是我？够，它就一整天其实都不会有。所以假设你现在设定好了，我等一下插好之后，
我就不用关机，什么都不用，我要开始我就按那个 start。对对对，然后因为它的轨迹记录都会在、都会在左下角这个历史记录，然后你就可以选参赛，然后选日期进去之后，因为现在没有记录，选进去之后它会照时间跑，所以你就可以看你什么时间上去跑的。那最后这个 data 要怎么拿出来？就是我们这边陪伴输出。输出完之后是寄到就可以跟他加 line。然后你可以跟他要资料这样。OK， 反正我应该要注意了。如果我是 B 组的，会不会太早出？不会了啊。一整天哦。对啊，到你回家。到我回家，不能开回家，不能开回家。没有用啊。到回家没有用。因为我就直接报资料给你了。这样讲也是。对。好 ，OK， 谢谢。我们来租一个好了。是。轨迹很有效了。你租了之后看到轨迹才会知道。OK， 你看我们现在后面呢有很多车子。对，他们在排队，排队干嘛呢？其实就是有的人，那刚刚其实是没有验过的，他没有验过，其实是不可以上场的哦。所以他现在发现这车身编号没有验过，他就不放行，他验到他过为止，不然他就是直接出去，今天钱就白花了。OK， 所以其实既然要来比赛，不是比赛来跑赛道，来遵守规矩的哦。OK。现在要出发了 ，OK， 在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先固定好。OK， 好好。那你问那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他们会比较清楚。好。觉得现在是 B 组吗 ？B 组吗？我不晓得，我要控制噪音的。哦，好，往前，往前。好，直接往前，谢谢。
在有一台车检测没过，就他偷跑，然后在跑道上漏油。哦，是是。对，然后我们现在处理。先靠到右边对，哎、欸，我如果从 Pete 回来，也是要走到那边回去，还是我在那边可以先走？哎、欸，你们就直接去，然后到你们 Pete 那边等、哦。那我正常回来的时候呢？正常回来的时候，那边就有路口可以出去。对对对，我说要注意靠右边。没有没有没有，你就那边有一个洞，就是工作人员会帮你指引。哦，好，所以我现在先右转出去。对，你现在先右转，然后从外面回来。谢谢你，谢谢谢谢。所以现在因为漏油太严重哦，所以我们得要先回来。